这是他们所谓塌房的口，沟口呢，往后就是工地，工地这已经被挖断了，三四米沉的沟，三四米沉的沟，几个小孩儿，四个小孩儿的，从这顶上翻过去，再翻过这个沟，然后跑到那个挖土机那边，几百米的路程，都没有施工人员发现吗？ 更蹊跷的是，四个小孩儿卖到了一个口里，而且那个坑周围并没有塌房的迹象。我的小孩儿家卖东西去了，我天哪，转的都跟小孩子，小孩子卖东西，那跟抢救呢？